睇嘢调转晒颠倒的世界。佢之所以调转睇报纸，唔系有啲咩特异功能，而系患咗个怪病。28岁嚟自塞尔维亚嘅丹尼洛域患有空间定位缺陷，影像传送到大脑之后，就会变成上下颠倒。佢嘅世界从此咩都调转晒，就连电脑都要特别制造。专家就话，一般患者都系喺读写嗰阵先会睇嘢调转，好似丹尼洛域个 case 就好少见。